呢度咧就話咧，如果你拍咗兩粒手咧，佢都發光咧，你個願望即刻實現。如果你淨係拍一次咧，就之後有機會實現。如果冇發光咧，就睇你努力。如果你拍好多下咧，個願望咧就唔會實現。我而家試下，頭先我已經拍過第一次，佢發過一次光嘅，嚟啦！哦，係啦，發咗一次光，冇再拍，再拍會出事嘅。OK， 好，玩完。